什么？你也会唱歌？是啊。你是说正在弹的那个你也会唱歌？是啊。骗笑的，哪有可能啦、啊、真是的啦，不然你来听看看就知道。欢迎收听咪咪咪咪咪咪之一，我是妈妈。欢迎收听咪咪之音，每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，伫 FM 107.3南洋电台。大家好，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，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。那会播歌给大家听，也邀请你做伙关心咱的农村、咱的稻米，分享咱生活的各种滋味。11:03，你等你收听的是《迷你之音》，星期天早上10点到12点，咱进行两点钟。我是大米，第一点钟跟米妈开讲，第二点钟来一位快乐正餐人。那度假唱的这首歌，当属丁乐团唱的《快乐正餐人》，赶快。伊那讲伊无快乐，我是唔相信的，因为我大概看到伊就是做快乐的迄、那个型。啊，对对，是有遐尼快乐无？哎，未来今嘛这点钟都是要来追究一下你到底是有多快乐。欢迎阿豪。大家大家好哈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豪。阿豪哈，还是咱家己当作讲真熟悉，其实咱是第二届、第三届见面俩。啊，大家拢叫你阿豪，我就对你叫阿豪。啊，嘛是有正名啦，爱为正名开始熟悉啦。我正名我叫我黄正豪。草头黄，正义的正，豪气的豪。嘛是安尼俩哈。为人豪爽，讲话也很豪爽，都好简单。正好是咱宜兰宜山的小农，是嘿，嘛是算这几年加入的是不？嘿，我差不多，因为我算是半之前是上班族啦，哦、啊后边加工后头想讲想欲创业，啊是讲啊无我都来学种田做一寡物件安尼，啊所以伊我也是讲以全职来讲，我是今年算第二年。啊，才第二年尔、嗯！啊，我进前差不多够比一年外时间是变讲，我就是做第一节基金会上班。哎，阿生阿姨，我做工课内容嘛是就我种菜，所以变讲是那种是算种菜上班族，安尼讲。行，那有这种头了，你了解？哎，当详细讲者，那有这种头了、就是因为像我今嘛，我今嘛有啥物第来宜山这边种菜嘛，是讲因为我进前是。只要一开始我是伫台南迄边咧学有机农业初级班上一个月嘛，啊，迄时我就变讲拄甲阮同学伫南部差不多种差不多要半年的范围，啊，因为种种以后变讲，我甲厝的人有一寡距离嘛，变我一个月甲等于一件，啊，囡仔已经够细汉，啊，所以就讲，安尼敢若厝里个应该过袂着，啊，是讲啊无就等来北部来找田，啊，因为阮老爸本身伊是宜兰人嘛，伊是三星，啊，所以一开始我是伫三星找田，结果。因为即马，因为三星大家拢在买，伊就是什么三星葱啊、银柳啊，系种种物啊，所以讲伊迄边的产，阮要找都较歹找，啊，所以就拄啊，就迄个因缘机会，拄啊，因迄时阮就是迄个基金会伫宜山内乡迄边，啊，伊就迄时有伫开课，伫教人安怎种菜，啊，就是讲啊，反正迄时营养无代志，啊，就只管做该上课，啊，就常常拄啊，迄个老师伊进前嘛，拄啊有来学你访问过，哦，倒一位，就是迄、那个阮叫阿姑啊，哦，嘿。吴媳妇老师，吴媳妇老师，你是大师级的徒弟呢。无啦，我都到阿多有机会，到伊度加上阿多伊度讲阿伯，阮都伊多因基金会多无够欠一个人，阿多多过去，阿多多就一边学一边做呢。我今仔日总算知影，原来你是宜兰人啊。系啊。啊，所以爸爸嘛是种田是不？无，阮爸就是变讲，伊是少年那伊度去台北做事。哦。啊，阮就是变讲过年过节的时阵无，阮家等来。宜兰天上比那边贵。嗯哼，不过你伫咧讲像台南哈，迄当阵学种有机番麦，嘿，迄当阵你讲一个月才当来厝的一届，啊，囡仔要细汉，因都是伫宜兰大汉的。因我那时阮，那时阮都是我之前我上班族嘛，而且我那时我是人是住咧桐园。哦，桐园。对哦，啊，变我伫啊变，因为阮某就是变讲伊是上班族嘛，我咧伊爱去台北上班，所以变伊拜一拜个爱上班以外，啊变伊拜个是。一下班都爱去登去行政教门，阮查某囝还去登去通风，啊，变讲伊安尼，伊家己真顾袂来啦，因为变讲伊完全无休困时间。嗯，啊，即摆一日一休很重要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讲啊好啊，无多登来，无多登来，因为毕竟
安尼我伫等于我甲家庭嘛脱节啦，嗯，啊，感觉伫迄边安尼嘛，甲好像少了一个什么，嗯，嘿啊，你讲啊，无不如回来，反正拢重新开始嘛，反正过来吹一件，过来试看卖，是啊。其实回来这应该是说回来故乡会感觉说应该是比较好，是不是那个地基应该是比较窄的，会有那个想法啦。其实敢有从零哦，从零开始，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，因为我不是说啊，因为我因为我老爸是三星那边的人，我就是说啊，这样我在三星应该有机会啊。啊，结果那是说因为我之前我可能有一些亲戚的产也是都有人做去了嘛，所以也是不好意思说有人拿回来，嗯，啊，我就说啊，不然，所以那时候就是说像我就住中老北地，我们老北地差不多分我地，分我地范围嘛，啊，所以毕竟范围较细啦，嗯，啊，变我就是空闲时间就多呀，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讲啊，安尼嘛不是办法了，啊，就拄好想讲啊，反正迄阵都叫有上课，啊，就走去银山上课，啊，就是安尼拄好上课以后伫上班嘛，啊，就拄好认识一挂在地的小农，嗯，哦，啊，就甲有甲在地小农去开解讲啊，其实我是想要去种田，啊，可是就是因为我算外地来的，变讲我无一挂遐资源，嘛无一挂遐讯息讲啊。啊，都有产，我有机会通做。啊，就拄好去底下做一年，我都熟悉遐个人，我做者，阮做者小农个。啊，拄好伊就豆豆有一挂讯息讲啊，有多者多地主啊，伊有产，啊，伊可能即摆要找人做，啊，你有兴趣无？我都安尼豆豆接。哎，大家拢会拢真会热心到手无？对。啊，虽然讲你即摆伫咧主要生活就伫燕山就对啊。对对对。嘿，啊，毋是家己故乡三星，啊，感觉会真远无？离真远。是还好嘞，因为像阮爸迄块田就伫迄个太阳大桥下骹嘛，所以变讲，阮若对内乡无，边迄个台七线，都行过嘛是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到啊。哦，是是，啊，你听起来你是幸运诶。那一家人其实尤其甲这个故乡嘛拢真近啊。对啊对啊。啊，不过你其实原本讲哦，真想要做田，哎，想到那后来发生变成唔拿做田，佮种芋头，佮做面包、米蛋糕，佮去上主编课，我是因为去上主编课跟你认识。无啦，因为应该是安尼讲，就是。进前我在我想要务农的时阵嘛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规划是，我无想要种地瓜，无想要种地瓜，我一开始都无种，因为是因为我种地瓜人就多啊，因为进前我是要算转行嘛，我转行因为就是安生讲我就是要种一瓜，所以就是我要种一瓜，我家己有咧做胖做烘焙，啊，我想讲无讲啊，无你就是你看你烘焙你爱什么原料，好，我得依然种得出来，我就家己种。哦，所以当初我是安尼去，当初我的目标就是在杂粮那边。其中老婆许愿，你帮他实现的意思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他开清单给我，让我负责做这样子。厉害。啊，就是啊，是我来伊，就是来这边头紧盯我嘛。啊，就是嘛，实在就是做小农的。啊，伊嘛是很诚心的跟我讲讲，你也伫这边，你也无种地瓜吼，你可能你第一年你都活袂落去啊。什么意思？无，因为毕竟以杂粮来讲，在宜兰这个地区来讲，它难度还是特别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哦、对。对，啊你。剩水稻，因为毕竟说我们剩都开四年嘛，你什么拢都起步，你的客户现在拢阿袂稳定进前，啊，你的种植的产量如果你个不稳定的话，你很难在这个农业的世界活下去。嗯，还是讲啊，你老先爱情有一个本，哦，你这本有雕啊，哦，啊，你个个倒倒个打起你安尼，是，对吧？所以变成我今嘛就是，像我今嘛正教半嘛，我嘛是袂衰呢。系啊，但是我差不多我是教你是做地瓜，啊，我有三分地就是听种，就是我种芋啊。种番薯、种金瓜、种芋头啊呢？芋头啊，占一小部分尔。对，一小部分，而且我今年芋头嗯嘛就较慢慢产的，因为第一年嘛，嘿，第一年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之前我是因为我芋头分青年芋甲黄年芋嘛，嘿，而且我依然不会老种芋头，嗯、我依然老种芋头是算黄年的。啊，因为当初我是想讲，因为我是要做烘焙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我来种青年芋。啊，其实我依然我大部分的青年芋是拢在南部。南部种，所以像我今年我整个品种嘛是吃迄农药啵，对美农农会边去买迄青年芋的豆啊，来宜兰。啊，咁有适合？即马就是嘿啊，我就是人讲像即马这时阵啊，阮朋友人因其他农友嘛，会种个迄黄连芋啊，啊个老种的芋豆，即马拢能收起来啊，嘛咧晒啊，嘛已经被脱离啊。啊，我的青年芋即马个生个足水的，啊花就一粒一粒豆豆开，但是到家拢无看到，我嘛唔知。看来情况不太妙。一蕊一蕊豆豆可以听到袂输，要摕来做盆栽，做花卉摆饰。啊，但是你芋头花果做细蕊，你也是要做盆栽，你可能要附上放大镜，让人看呢。所以心里很急吧？啊，其实急也没有用，因为其实本来我就知讲，因为我们种物件就是所谓实地实种嘛。嗯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每次做尝试，所以当初我在芋头这边，我就是讲，我先是细地，来试看嘛。到底我想要种个品种，第一，我依然敢种起来，真正种袂起来，我就要去改变。
哎、哦，都讲啊，反正就随时爱变化嘞。阿姆哥，这个黄太太如果指明我就是要黑豆做面包啊，阿弟也这得实现愿望哎，老圣诞老公公哎、欸嗯，啊，没关系啊，今年来不及，明年再加油。所以还是会继续努力。对，我还会再继续种，只是想说过年就是换品种，嗯，我过年明每年个袂当就是哎、欸，反正就是试看嘛，用宜兰老井的乌豆，嗯，哦，来做烘焙看伊幸福，因为。我们的老郑欧刀大部分都在做导游嘛，对，咱宜兰郑欧刀啦，做导游嘛，对，拢做，你拢做导游啊，但是我们在你做导游的欧刀提来换做烘焙的时阵，伊、哦、的风味进行啥咯啊，我们在啊，就讲阿伯都来试看卖啊。嗯，像那种一直讲的烘焙哦，这是不是因为厝里有一个很厉害的、很会做面包的太太？嘿，对啊，就是我某，因为其实应该安尼讲，就是我当初我咧想欲务农，就我就是有想着讲，你务农像我那只有种。农作物来讲的时阵，你讲实在就是，毕竟你爱甲天公伯看嘛。嗯。天公伯也是要丰收的时阵，应该收会到。对啊。哎呀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哎，我就爱想一方讲，安尼我比安怎我爱农作物去善加利用。啊，我就想安怎就是搭配，一定是以你搭配食的嘛。啊，看是要食啥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哎，假如你讲开餐厅，啊，我两个人呢，可能我也无用卖过来，对对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无来做烘焙，伊嘛较单纯，就讲，我原物料的大方向迄几个嘛，啊，我都是将我的大方向出来，嗯，啊，会整的，我都来尽量甲你整出来。你的面包做了真专业呢，嘿，啊，对，都一定嘛，现在愈做，迄个投入的越来越多。嘿，啊，其实一开始是阮某嘛是有一挂扛不稳啦，因为阮咧做胖的时阵，因为像伊在阮在外口咧上课嘛，阮的米粉绝对拢唔是用台湾的米粉。绝对拢上国外，因为阮米粉分低筋、中筋、高筋嘛。哦、啊，因为你做胖，你本来就是要用所谓高筋面粉盖好做。啊，其实阮台湾的米粉其实无讲盖好做，因为阮台湾的小诶麦啊，无做出来含量大概就中筋偏高一点点。嗯哼。嘿啊，所以还是阮某咧，以前做嘛一直实实念嘛，进前都是一边做一边咧念我讲什么啊，一定爱用什么台湾米粉咧做，我讲你也是不用台湾，你我都凸显我台湾的物件出来。哦，被讲究，什么拢 made in 台湾的对。对对对，我们来、哦、我们来百分之百 made in 台湾那里。真的，人呐被勾结得起，别人也救不了他。啊, 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一边做一边教我呢。啊，你真的做好许愿的呢，所以今麦连这类做烘焙的这些面粉都选择台湾制造的面粉，全部都是台湾的。嗯，就是我们有用好几家，可是全部都是用台湾的本土小麦。这种坚持好，它的珍贵在哪里？你说一定要台湾的、嗯？对，其实因为我的想法是说，那个我们台湾其实吃面粉的人很多，可是我们台湾的，我们在讲台湾的米粉，其实我们百分之九十九。嗯哼，诶，拍所诶，诶，民工对国外真靠一排。是，诶，啊，其实阮台湾以前嘛是咧种麦芽，是因为有一挂问题，后边阮台湾的麦芽甲中国无去嘛。对，所以差不多咧十几年前，头头都是阮台湾有第一个团体叫做喜苑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伊是从早投入所谓本土小麦杂粮复兴的动作。是啊，所以今麦你讲我就想要听那个台湾的麦芽第一个像喜苑，啊，过来其实后边佫有做侪间头头拢一排，嗯，包括毛小农家己一排。开始种粥、嗯，啊！我的想法是讲，啊，既然阮台湾人爱食米粉，啊，阮台湾人嘛有人咧种麦啊，啊，阮就尽量用台湾的物件嘛。是，嘿啊，因为大家像我看人拢讲，啊，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粮食自给率嘛。嘿啊，啊，你家己有诶物件，阮来有人更加侪人去支持的时候，有多更加侪农民愿意去种家己台湾的物件。嗯，啊，你主人，阮咧在那个粮食自给率就起来啊。是，对吧？啊，阮是当初是用这是一般，啊，佮再加上啊，我本来个、就是，我家己嘛是。小农嘛，嗯、我家就是咧种作的啊。啊，当然是讲，啊，我当然爱家己人听家己人。对，啊，咱买人嘛是爱听这件代志。嘿、啊，安尼这个种作的人多，啊，做面包的人嘛多嘛高，啊，买的人嘛拢互相支持家己，迄成本就会豆豆会降低啦。一当然咧讲无，因为即马一开始可能是起这个成本嘛是较悬的。嘿，对，啊，但是因为阮的成本比起来来讲，甲外口的房间比起来，其实阮的较稍微降低，是因为讲我是家己种的物件，嗯，对吼。虽然讲，无讲正，我来讲像我即马种，因为毕竟我是用有机的方式嘛，所以是讲啊，像我金龟来讲，你外口有机金龟可能一斤拢差不多五六十块，嗯，但是因为我家己种的，变讲我当家己哦，也我的生产成本给侬降低落来，哦，啊，佮加上因为我是变讲目前我是属于用工作室的模式嘛，我无伫外口去讲做店面，所以我就是变讲我就是。成本拢省落来，拢尽量省落来，然后变成阮的售价部分都是尽量可以拉到稍微亲民啦。因为阮唔敢讲是讲到物超所值的部分，但是我认为讲，阮上少阮这个介绍，
我们对得起，因为讲阮的全部阮的材料啥，阮、是讲希望即物有所值啦、所以像阮在外口咧买物件，阮嘛是阮的胖，阮就是想讲啊，我用什么米粉，啊奶油用多一斤诶，像阮咧一日一日写出来，希望大家了解讲，阮其实阮做物件都是透明化，透明化，阮是用透明化的方式来想法的。这是一个真好的豆豆啊，大家当消费者这边蛮养成的习惯，好，会当熟悉讲，这样啊有心做的物件是不出来，啊伊天然而且是对环境嘛好，啊嘛支持咱本土，对啊，对啊，啊尤其一寡成本会当省，你看入去到这个、百货公司买的米包，甲、去阿豪的厝里还是伊的单位买的米包，相信。你省下来储水，你帮人减少付太多储水，花的拢是面包本身的成本，你拢去伫咧付储水哩、实在是无必要。啊，憨憨啊，那是讲去逛百货公司，先想要买一袋嘛，不要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没事，我伫咧对，然后害人家中枪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所以小丹你啊，要阁继续听阿豪讲的是讲，真正有很多家己想要食啥就做啥，种啥，啊，这种的部分，那嘛是真辛苦呢。先来给伊继续快乐一下，听一首歌好，快乐的马车，罗时丰。罗时丰，这个大牛，这久无听到人叫伊大牛啊！我今天看到阿豪，想到大牛，也是一个憨憨的感觉。阿豪，你是不是一直拢是这个憨憨的？还是最近面包吃太多，越来越臃肿哦？哦，无我，无你看到我以前骨较大，骨较大长，我是。今麦我这主要我今麦是有看苗条一挂咧。哈，你好好好，大家去买米包的时阵见证一下，什么叫做看苗条的阿豪。咱讲到我最近伫咧 FB 啊，看到一个实在是笑到巴肚都疼的。你写讲草哦，没有那么可怕。你讲哦，你的田呢啊，那点点拄到这个农民啊，都会跟你讲啊，你的草遐你往乌刀敢有通收？你甲伊硬讲啥？我就带你开会啊，给豆子。哦，应讲虽然有草，不过我嘛是有滴开会给豆子的对啊。啊，就个那个农民家里问讲，啊，你的草遐尼旺，芋仔敢有通啊收？系啊，阿姨，我就甲伊讲，因为阮芋仔就是拢咧，阮大是大咧土里土下底啊，甲草无关。哦，你应吹应急啦啊！个有人讲啊，讲嗯，啊，你的草遐尼旺，啊，金龟敢有通收？系啊，阿龙，我就先我就是阿咧梦想，我就对产的，我就挂一条金龟讲。上少有三四斤的，过会当啦。就摇摆啦，所以就个你的这个意志，就是跟我讲，草没那么可怕就对了。系啊，其实伫我的观念内底，就是像我伫咧上课时阵啦，其实就是讲，以草来讲，就是讲，因为阮咧做阮的作物，吼、哦，其实阮的作物咧生长是阮有分所谓的，这不是修专业吧？就是阮没有分所谓的营，生殖生长跟营养生长。嗯，嘿，啊像，迄是讲，因为像对我来讲，就是阮食金龟，阮咪食芋仔。还是比较学到，其实我是比较伊的，剩伊食伊下一代，下一代，我是剩伊下一代。哦、啊，两个像种菜都无同款咯，种菜是比较伊好啊。所以讲、哦，所以讲，像对我来讲，就是讲，就是像囡仔细汉跟我大人的时阵，是咪我爱食营养是无同款的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你像你囡仔可能都有点牛奶嘛，啊，我大汉，我大人是爱可能拢爱食肉食饭啊。所以讲，像我讲，我的作物来讲来讲，像初期，像我的金龟仔啊，蚵仔仔拄落的时阵，迄时我超爱开讲。因为迄种伊拄啊所谓进入所谓营养生长期嘛，伊迄时阵伊就是把是一个囡仔，所以伊要食的物件、较臭的物件是较少上。哦，所以迄时阵我就去讲哦啊，袂当我的臭，我的金龟，我也会大汗，所以我的臭我就去拖拖。是，嘿啊，但是等我的金龟还是乌豆，伊较大长的时阵，就是伊开始咧开花啊。迄时阵咧开花，像迄时阵就叫做所谓生殖生长。嗯哼，迄时阵伊要准备孕育下一代啊。所以其实伊迄种为了要孕育下一代，所以伊爱食营养，其实较草是较无共款。所以迄种等到迄种伊草的存在是会当保护伊的。对哦，啊等到所以像我像我的金龟，我看伊伫开花啊，我都讲话安尼草我都袂插伊，我草都会随生。好、哦、啊，像蚵仔我嘛是讲，伊进前伊一开始因为你蚵仔要对下骹生叶起来嘛，啊我就是一定爱和伊叶先大蕊，所以边个草我先喷。
啊，扑街！哎，蚵仔伊个许有大蕊啊，又已经顶开啊！我咪讲哇，好啊，你不要紧，我把我擦皮，因为伊个许有大表示讲，哎、欸，以后伊咪做光合作用嘛好，好、哦，伊个伊是我都伊是我都吸收掉啊，伊我都讲啊，伊别讲我擦暗掉，讲哎，我都吸收到营养，嗯，哎、欸、啊，所以我的擦的部分大概拢是拢安尼度处理。你金刚球背后学问很大嘛哦，不爱说不爱去考操的学问真大哦，对啊，大家卖欧白亮就对啊。诶、欸，无、欸、因为一定爱有一个借口啊，你讲啊，但是你一定爱怪讲我人幸福啊，诶、欸、啊，而且像阮咧操像去操的土内底是伊嘛是讲只有杂草的，唔是讲只有歹的部分、哦，其实对我来讲嘛就好处的。安那个对，像你讲诶、欸，像阮依然搞好水嘛，嘿、欸、啊，像阮咧金瓜是咪一定会生咧土卡面顶一挂挂。所以讲，一旦像我也无草的时阵，是咪我规个田都是足浓的。嘿，所以我只一落一落雨，啊，像我种的田，我伫大湖迄边，阮是雨水足高的，雨水大，所以阮田是足浓的时阵，你也无草遐草去帮你吸水的时阵、嗯，其实阮的阮足紧就泡烂去。哦，对哦，所以等到迄种在迄种一草叶帮助，就是哎讲伊能帮我吸一挂雨水起来，好、嗯，卖、哦、我金龟一直泡在水内底，会当保护伊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尤其你嘛是宜兰囡仔呢，迄、嗯、在地的这种农民、农村的文化，就是对草来讲，迄是代表这个农民有骨力无？骨力就系啊，迄压力是变哪处理？对啊，所以就是有时阵就是迄、那個、像进前就是阮有迄可能地主啊啥哦，看无下来就讲啊，无你上少长毛，毕竟不破的，无会讲有草啊、有蛇啊啥讲。啊，不好，系啊！我讲我长毛片我去拔啦。伊根本去甲恁拔刀，但我讲恁阿豪哦，诶，草拢无嘿，有无有无？诶，是无，因为我老爸本身伊三平人啊，伊无咧燕山啊，关美的家的对对对，所以讲燕山伊个人个无熟悉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迄种对传统的做法、惯性农法啥物，迄草伊用就是啊来用个种植啊喷除草剂啊。管理有好势，系这种观念。恁伫咧小农诶，这种一寡种植的理念啊，恁、嗯、想讲上课啊，怎样讲？哦，恁要食诶是后一代，其实这个想法可能无遐侪时间去甲因沟通。对、哦。不过整体表现出来，对因来讲，因会感觉讲，你安尼都未使咧。对、哦。啊，迄种沟通的方式，你捌拄过有啥物较好？所以像我进前，其实我都会像到像我旧年某一件嘛，现在嘛就是诶、欸，我伫内乡我种番薯。嘛是刚好只，就是嘛是阿伯嘛，你问我讲啊，你草也旺啊啥？啊是，我想多咧乌旱子，我对土咧乌的旱子头一条只大粒嘛，差不多四五斤。啊，我是个笑个讲，迄一条旱子四五斤对我来讲，我是感觉有够啊啦，有够大丛啊，有够用就好啊。啊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就是，其实就是爱讲，都是讲，草其实以前因为这以前去上课，人老师，因为上老师嘛讲过，其实对草来讲，其实我们只有管理俩。管理。因为你也喷地草这。但讲你嘛是只是讲你嘛是压制伊俩，真正你讲喷除草剂对草，真正讲你草都无去，安尼阮都一件，阮对家人喷个根顶来，以后是毋台湾都无草，嘛是无啊。你看，所以其实阮就是管理方式讲，你就是去，因为讲真正我的重点嘛是伫我的农作物嘛，我如何我的农作物会大，好、哦、啊，其实草伊个影响是即个讲伊即个草的存在无去影响到我的农作物。其实对我来讲啦，我是较无差啦。嘿、嗯，啊，也许人有诶人讲啊，你安尼足歹看啥？其实，这你嘛是讲个范围进程，其实迄嘛是上一代的人哦，某一挂人影响着。哦，因为这就是讲，因为讲真正你地草这波碰较济，安尼都有人会趁袂着钱嘛。哦、所以因就昨天讲啊，你地草这哦，像只能喷吼，啊，草拢无会无去，安尼较会较好看。嗯，但是其实草感真正有遮严重，然后就是像讲你。当你的作物的生长的时候，讲实话，我像我一平只大平的时候，边啊一个三四岁囡仔走来讲要跟我相拍，我敢会惊伊？哦，就是其实就是种比喻的话，你我的一旦我的作物的生长是强过于草的时阵，其实阮都免烦恼讲啊，这草的对跟阮的影响有多大？嗯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。当然，这种想法在足侪迄个前辈面头前啊，啊，因就会讲哦，你这。做代志无骨力啦，没啦，在我的面头前太有说服力了，因为我即摆目前就是看到足大片的阿豪，伊讲当伊家己遮尼强壮的时阵，计边啊三四岁，真正无得甲厉害，根本就不怕他就对了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在一点二十九分，你等你收听的是《靡靡之音》FM 107.3。今天来这部开讲的是小农黄正豪，都只开讲到这种田啊，种番薯、金瓜啥，拄着草的问题。啊，讲实在，你们呐种的这个种植端，你伫咧生产过程了，佮加工会当
符合太太的期望，要做面包。所以讲哦，我感觉你的农村生活，太无用了。你这个事业足庞大的，嘿，应该你家己嘛，豆豆，你讲今年是第二年的全职务农。这个农村生活里面，农业。就是你的务农的事业，甲家庭的生活，迄时间是安那分配哈、啊？嗯，像一般的分配，比如讲，其实为什么我想要来务农，就是讲，因为对我来讲，其实不管农业也好，还是做朋友也好，其实对我来讲，我都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创业。嗯哼。啊，其中我就是讲，啊，我那是创业的时阵，什么创业是上主流的？主流。嗯，所以当初为什么我想讲，我选择务农这条路，就是讲，像我今个就像阿姨铺草来讲啦，可能我也许我哎，我今个想讲，我今个来铺草啊。结果可能我无讲啊，哎，囡仔今日有破病，身体无爽快，要去看医生。哦，好啊，我就讲，我操，明仔个拨也是无甲拨就好啊。嗯，我等下带囡仔先去。第边讲，我伫个事业甲家庭中间，我认为讲，哎，安尼变成其实我比较好配合家庭。嗯，嘿，我是因为我也喜欢讲，因为就是大家望在我囡仔可能伊即卖过会家己去算，但是差不多吼，我又大概国小毕业之后，伊可能是讲啊，我要甲隔壁的同学去出去佚佗啊，哎呀、啊，老爸老母要带伊出去算，可能嘛就困难了。嗯，蜜月期快过了，所以我就讲啊，就多多把握跟小孩子那个生活的这段时光嘿。啊，不过务农，你看你无用的代志遐尼济，甲囡仔的时间要是有算济啊。嘛是过当，因为像我咧做田的时阵，就是第我会去看我的工作的内容，像讲啊，我今日可能只是讲。去拖几罐物件，我身上没有背什么危险，就例如说背割草机的时候、嗯，可能我就不会让小孩子去。嗯、但是我讲我今日去巡田那些，我那大汉查某囝就讲，跟我讲阿姨要去轮胎桥遐耍那些，对，去跟我去田里行。哎，阿公边啊都有，伊是不生土去生土嘛，阿边有水沟，水沟就进去，伊就去遐耍水。啊、哦，这种童年时光是、啊，就比起在都市长大的小孩，当然是都是给真丰富多元的。系啊系啊。啊，是讲，你两个拢查某囝。你是嗎是我大汉的是查甫囝，阿细汉的查甫诶。阿侬要真细汉的对啊。我细汉的今嘛过几工啊，都要两岁啊。很小呢。系啊系啊。哦，你唔呐讲即个种族的部分爱管理，啊做胖啥，即今嘛嘛点点拢爱去多次去摆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第二单依然嘛拢点有摆摊。对哦对哦。哦，即时间唔多点点，我只。顶一点钟，甲阮母啊，你讲讲哦，咱宜兰做者小农哦，查甫人拢爱囡仔落田，你一定嘛有吧？你爱养鸭无？我无啦，唔是，也是爱养鸭，但是我惊迄囡仔可能唔是，我手热冻袂掉，无就是我规个乖，又该也起笑。啊，我妈妈老乖。对，我妈妈讲，迄、那个伊少年的时，拢妈妈都爱形个背部的变成有足啊，囡仔都直接撒尿在上面。对啊。啊，那是啊，好哩，爱囡仔可能是囡仔点都变你的豆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很敏感，给你吃瓜。帮你吸汗，系啊、哦，所以这部分较无赶快。只是讲，这爱带这么细汉的囡仔、啊，像讲爱摆摊啥，这时间方面嘛是有一寡困难吧。嘿，就变做其实像我摆摊的讲，哎，像我来我在宜兰的时阵嘛，变讲因为较近，所以我就会带囡仔跟我母到恁过摆。嗯，啊，像我大部分我也去台北，我家己去摆啦，因为毕竟塞车塞过塞长途的，啊，去摆个摆久，惊囡仔较袂，而且。在大都市啊，我是较惊囡仔，是讲因为我咧摆摊咧卖，是惊囡仔，阮过袂着较烦恼。啊，像阮在宜兰，阮都较免烦恼，反正边啊都是讲，伊要去耍溜滑梯，就去耍啊；要创啥，就去创啥。嗯，对啊，像应该讲治安部分啊，阮咧是，我不是比较信任宜兰这边啊，所以讲在宜兰摆摊，我该带囡仔。啊，像大部分来讲咧，行胖的时阵，变讲是因为大部分是阮无咧胖。嗯哼，嘿，所以变讲。也是在行胖的时候，我都爱在吹歌，迄只细只，啊，无迄只细只就皮的。阿公真的安尼，维个工作等来自由，干嘛要得嘞？自由还在吗？还在啊，因为干嘛讲？其实对我来讲，所谓自由的是讲，我不会被制约。嗯，袂讲啊，我第一段时间我一定爱做这个代志，我无做这个代志就安怎安怎安怎。我阿晴，我即马自由的讲，因为即马有一寡不可变动性的，像阿雄囡仔，真正爱去无用，阿我去无用囡仔。好啊，哎，你那有代志无？好，我过来等下帮我给你代志。嗯，嘿，就是以时间调配上，我来较自由啦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不过你要笑会出来，啊、还是可以很快乐的面对。虽然说，每一天生活爱无用，其实是真济。对哦。像讲今仔日了，我给你偷了这些时间，给你偷提这些时间，好你坐你家吹冷气。啊，那无其实你应该无冷气通吹吧？哎，我这想我就是温度应该伫个宜兰摆摊，啊看我囡仔咧在时间走。是哦，伫倒位宜兰摆摊，甲大家讲一下。我今日伫东山华德福一边。哦。
嘛一辈就胖的对吧？对对对哦。你的胖有品牌不？哎，阮诶品牌就是阮用某一秒，因为阮某叫雪橙嘛，所以阮叫做陈新烘焙屋。哦，都几个橙，是一个山再一个金，对，三金橙，是三金橙，陈新烘焙屋。嘿，好，嘿，我哋讲希望讲啊，都话诶，反正就是阮某多啲在讲，阮某家己做物件，都会当去安装去做，然后大家在食呢。啊，你的小农米，你家己嘛有个啲品牌吧？系啊，我的米叫做进好米。进好米依然 Q 的对，依然 Q 嘿啊！啊，因为我过一个名的讲，因为。阮依然是进一个进诶进好币嘛，啊，所以有别人去诶进好币，第一人讲是真好的，啊，有诶我可以把进变成进哦，进好币嘿，变我有诶人买一条诶，我可以搁换一个谐音出来咧，是，对，啊，所以你诶真正字面上利用诶意思，进啊好是你诶阿好诶，我阿好好嘿，哦，进好米，诶，啊，现在有搁有一个农场诶名还是啥名？我搁有一个名叫安建农场嘛，对，啊，因为安建农场是办公，因为就像我讲我除了米以外，我有一寡做滴杂粮，嘿啊！因为虽然目前我的杂粮可能大部分拢是卖去卖，拢是用我的做米包，做米包，但是讲嘛是爱有一个苗而已啊！哦，欸、我真正讲你哪会时间弄够用哈、啊？听一首歌，张清芳《八十年代美丽哀愁》。游嘞游嘞游到底，明仔载开始是降价或者是起价，要来跟大家讲。连续已经降价、油价降四礼拜啊，明仔载开始，后礼拜又要起价啊。后礼拜七月初三开始，啊，就是明仔载开始，中油的汽油每公升是起两角，台塑是起三角，不同款哦，家己算。中油起两角，台塑起三角，明仔载开始起价咯。阿豪，你若是听到这种油价要起价的消息，你会有什么心情？你敢有大影响？嗯，我其实就是讲，我请我来外快的迄个涨价的迄个数字哦。是。嘿啊，你来讲，有时候讲涨一点点一零点二啊，有时我买讲啊，这要起价你进去，啊，有时我可能我这两个板段我讲。啊！我车塞去别个去讲排队，讲遐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个涨幅啦。未好，系啊，未好啊！我就讲啊，这无落我大咧。啊，无是起到偌大，你才会感觉会好。无啦，像我讲，数字讲四舍五入可能会变成一的时候，那种都会贵。哦，对对对，那起到一颗真的有较大。就讲用什么诶，0.5、0.6的时候啊，爱就进去加一个好。嗯嗯。你诶，这个的在农村事业里面哦，对这油价受到油价影响的部分有侪无？其实上侪上就是因为阮用挂草机嘛，啊，你挂草机上都要用到油啊。嗯。嘿啊，所以其实因为基本上对阮来讲，其实因为阮挂草是一个时段，一个时段啦，所以其实就农业部分外油的部分对我影响其实还好。嗯哼。对。啊，有你知影的别个人的部分，敢会讲，即像咱小农友像工作的影响较大，甲油价有关系。有诶，可能较大，就像迄个小油啵，伊毋是有使拖拉机大。啊。啊，伊种可能伊咧拖拉机大，可能加一桶油，可能都爱。50公升、100公升那种诶，对你来讲，诶，油价影响就大。哦，安尼就是遐个大经验，业价嘛是影响真大嘛。对啊，你那种用刷，你是用大机械嘛，啊，像种小机械其实都还好，然后那种是加加到一桶油都要用足久诶。嗯，尤其最近钓啊要收啊。系啊。你当时我诶，预计是七月中啦，但是即卖进行就要加惨。安那讲？无啊，因为我就是讲，因为大火并不是有诶稳抓嘛。哦，涌泉啊，涌泉嘿啊，阿里啊落大雨，你稳做来分起来，对啊，嘿啊，最近我是大概拢是咧小下海午后雷阵雨，所以目前我的田果是属于满水位状况。我今日就早上，我母讲要去，我九点要出门来去东山嘛，然后就接到我农友的电话讲，我足烦恼你的田嘞，你必先过来看卖无，我就讲还是赶紧过去看，讲因为因算拢直接在地老经验，恁拢做四五年啊，阿因就去。
分析讲像这种田要安怎创，进来去做一个排水的动作安尼。是，啊，所以就讲讲明仔载，我可能透早四五点，我已经从个田里去做不少动作。哦，哎呀，今麦来一个。午后雷阵雨可能会留一落一礼拜哦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就烦恼的啊。嗯，别人佫比你较烦恼嘞吼。所以伫咧这种务农的生活当中，常常会感觉有一寡真挫折、真挫折的时阵。对啊。比如讲，还佫有你这两年度过较挫折的甚物代志？其实上挫折应该就是讲变你各地区的田区状况。像今年我上挫折就是到今嘛，就是。诶，稻啊，拢要挂，剩两礼拜啊，我田果是全水。Oh. 啊，像我去年就是，因为我去年我伫另外一区做，喺伫龙潭那边，大溪边。啊，迄边的挫折就是，我播鱼啊，播了三十天以后拢无水啊。无水。嘿，我无水哦。伊迄边就断水，因为伊边算是大规模， oh. 大规模迄边灌型叶子较济嘛。是。所以变作讲是因为阮水有三个做温差的时间不能变看我，是是，所以变作就是在水源的调配上都较麻烦，所以变成我像去年我就是拢拄着完全无水的情形，啊，今年是拢拄着全拢水的情形，所以上挫折性嘛是应该来讲，这嘛是阮上爱去学的，就是每个田区伊的，哦，我两个拢伊是都你有当都是诶。每一个人同款嘛，每一个人个性都无同，啊，每一个仓库的个性嘛无同，变讲就是一条讲，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阵，我哪唔知的时阵就是。也都安尼啊，像我今嘛在咧烦恼讲啊，我的田今嘛唔知，到时挂掉机唔知安怎来的。去年咧，去年收瓜风顺利无？去年因为去年我伫迄边是还好，但是都是因为变成我迄边就是足早都无水嘛，所以我迄边就是草足济。嗯哼。啊，今年变到另外方面讲，我今年这边水足济，所以较无草，田内底较无草，但是。哎，今嘛就是讲啊，唔知心胸该搭呢。嗯，安尼讲起来，像那一个所在，你那已经较适应啊，无法度阁继续底下。应该讲，因为一开始伫迄边时阵，就是讲迄种拄好是帮介绍。嗯，但是迄边我本身想讲，因为迄边算是惯性叶子较济，对啊。因为之前我伫迄边嘛，稍微做加盘，但是迄边就是。我大概是想讲，因为阮参观啥一铺嘛，我想我一想在铺的时候，就看边仔咧野猪草子咧爬铺的时候，我就讲，啊，就想讲，也许这个环境，阮今嘛个无多，跟我们比较格格不入啦。我咧想讲，哎，安尼无拄好有人机会讲啊，大湖那边，拄好我伫山边，因为那边阮友善小龙较济，我大部分拢伫遐做，啊，拄好有参观到有一挂资讯，讲啊，你当听接来做，我就是安尼。甲电工阿母来转来这边，甲大家，安尼嘛较有开工的时阵，我第一个做孤单的，拢无人安尼，无人讲讲，无我们这种相同的小农，我们那边拢是拢老，拢是就是惯性那种的前辈安尼，是是，对哦。我知影哦，进前咱靡靡之音有当网络嘛听会到，特别听过台湾其他所在，台东的啦、高雄的，就讲我做兴盛恁遐。弄一群人，家己拢哦有伴，有一个社群，互相支持安尼斗三工，是真正有需要一寡互相陪伴，还是讲互相爱诶斗诶这个放工是无？换工有啊，系啊系啊，诶，这有一个社群较好啦。对啊，安尼较袂讲较无聊。我有时讲就讲，像之前阮播鱼啊，阮来播鱼啊嘛，因为阮也是讲哦，好少咧食了，阮来进去播嘛。啊，你也是一个人咧播的时阵，你感觉哦奇怪，迄田啊奇怪咧一地啊大地，安怎插都插袂了。啊，但是咧有较侪人，比如讲，哎，我可能三五个人无，就一边插一边开讲嘛咧。啊，开讲有滴不知不觉，哎、欸，这个田都播个差不多啊。是。系啊。连阿豪都会觉得孤单寂寞，觉得冷。系啊。在礁溪的时候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过你拄只伫咧讲哦，像迄种看到当然不同款，像讲惯性啊喷农药啥，啊，不过你的这种想法，跟我讲卖用农药，要。去学有机的，迄个想法是安那爆出来？就把爆出来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因为其实，太远大志向，我想卖讲嘛，人讲什么什么，讲想在讲，我个人较惊死啦，讲一句歹听是安尼啦，因为足侪，因为听到足侪人讲，你为着要去喷遐药啊，喷甲去大病院就急诊就急救足侪，啊，我的想法就是讲，既然即马有一种。会当较安全的工作，你会当卖去使用遐农药，都种会出来啊。安尼，阮为虾米白去学这個？也是讲，阮的产量无像人迄惯性学，像迄因咧一分地十外瓜、十外瓜。但是阮感觉讲啊，上少阮这虽然较少，也是七八瓜尔。但是阮这是会当安心啊，伫我田做代志。好，啊，阮食的物件嘛，咱安心啊食。对哦，即有诶嘛，足侪人听你讲啊。我要吃的菜跟我要买的菜是不同所在的哦。Oh. 我就是听到这种，但是我自己个人想说，这种的观念感到，
啊，我咧想讲，啊，我既然我家己要种，就是当爱种，家己，我家己种啊，家己家己家吃，对哦。所以我想话，当初我咧是欲做有机以来嘛，是安尼就讲，既然即马是有一套会当无使用农药，对会当耕作的方法，啊，我等下我来试看卖，嗯，对。这样的想法，感觉跟爸爸开讲过，你黄爸爸，伊应该嘛是算上一代老农，对哦，对哦，伊。豆豆又较接受我的想法了，因为之前是有时阮爸因嘛是拢会用除草剂嘛，因为是讲哎草不用除草剂，不啊我会甲伊讲，我如像我讲啊，其实你用除草剂，你家己嘛会危险嘛，讲实在嘛是危险。虽然讲你除草剂是加加安尼喷嘛，但是我也想讲，你安尼既然你用除草剂，你扑过，其实虽然有讲你用除草剂才扑过，才样动一个月哦，对，我才这样动一个月尔。但是你除草剂也是讲你只喷两动三个月。但我讲啊，你都反正因为爸即马阮一边仓库洗洗地啊嘛，烘化地，然后就讲啊，就动作运动嘛，对不对？都老起来光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哎呀，预防老人失智症啊呢。我就是啊，好比讲，我今拿过来给你喷，无呢？无，因为我家己爱运动的。我因为我帮伊喷，伊可能看无下来对。哦。因为我喷，因为我拢我因为像我今白不臭无，我可能白喷个即打，我拢是面顶挂掉呢。哦。因为我希望讲我的臭也超紧个坏，卖会超紧死。哦，你有调岗咩呢？为什么？无，因为就是讲，像我伫大湖迄边来讲，因为大湖是不是水较济、较浓？是。所以其实啊，佮加上我一片做大片的，所以我参我是最容易我怕打个崩起，你知无？啊，就是讲，安尼阿妈打崩，哎，就是好啊，我就超紧较济，去加数一寡土较用的，哎哎哎，开看我打呢。黄正豪先生，你真正是做古锥的，拢会讲家己做大片的，连那餐花都会打个棒子。大家有闲来买胖吼，来跟阿豪开讲一下，看伊到底是偌大片。最近要伫倒一摆有买到，看到你。哦，因为这次目前我拢大部分就是固定走六，每个礼拜三吼，我拢会去棒球。棒球火车头，哦，棒球火车头，伊个 B 1有一个28农学士级嘛，嗯，嘿，啊，我都逐礼拜三拢会伫遐，是，啊，过来就是哇，台北市目前就是。大个月第一个礼拜，拜六礼拜吼，我们伫个台北市有一个永康街，有一个永康公园，嘿，阿姨迄边嘛有一个永康小农市集，嘿，阿姨嘛就是小农拢会去遐卖物件，是，对，阿妈就老累了，嘿啊，大家很交流嘛，袂歹哈，好，啊，那是有台北的朋友们报应去啊，哎呀，大家交朋友，对啊对啊，啊，熟悉宜兰的农产品啊，嘿，对啊，真赞。继续过来听一首歌，《动力火车》的《爱琳娜》。歌从来都不曾遗忘，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。艾琳娜，我回来啦，可知我心所牵挂。艾琳动力火车的艾琳娜，在点五十分，你等你收听的是秘密之音 FM 107.3。咱礼拜日的早起十点至十二点进行两点钟。今日这部一个要到了最后的时间呐、啊，今日这部开讲噶实在是真欢喜。十点的时阵呢，大米跟米妈开讲；十一点今晚来个小农黄正豪阿豪开讲。哇，开讲噶加哇，我要来噶。阿豪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啊！听讲最近老婆大人过生日嘛，哈，系啊系啊，嘿，啊，逐工安尼缠你无闲啦，做胖无闲，啊，带囡仔无闲，啊，那个你们年纪都还很轻哎，啊，年轻夫妻的浪漫还在不在？其实因为我的外个性都是靠不要去讲遐什么，就靠大英雄的呀，就靠怎么讲？所以其实像伊刚最近生日嘛，啊，像伊刚生日我就该讲好啊，无就是我在厝的啊，阿公。我平常时讲，见了囡仔可能哎玉布哎玉珠爱换啊，对哇、啊，爱帮伊洗卡穿啊，啥讲？哇，迄间我娃来帮伊做。哦，你平常时拢无得做这个对啦？因为平常时我拢在外口嘛，系、哦、啊，啊，到迄边会间我都留在厝里安尼。贴心。哎、啊，暗时就讲啊，我就去找一间，对，找啲餐厅啊，啥大概食食食安尼。哦，起鸡皮疙瘩了，还是有吗？哦，对啊，也是有浪漫一下烛光晚餐。啊，规家伙啊去食啦嘛，无啥烛光个呀、啊。哦，安尼啊。嘛是有，啊！你感觉伫农村会当有当下做会到诶，迄种甲都市当然嘛无同款，啥物买花无相同款。有当下会发生诶一寡浪漫诶场景是啥物？你捌家己捌度过无？
哇嘛，应该是无啦。哎、欸，那你讲，每次讲不了一个人伫田里做无用诶，啊，都有人就赶紧诶，捧只茶啊，还是送点心。我感觉这是农村式的浪漫啊。系啊，啊是阮某应该是袂，阮某那么记得讲，中昼啊，我唔见登来煮饭。OK 。哦、有些问题就是不应该乱问，都会超出预期。很可爱，真的个性的黄太太。最后嘛是真好奇一件代志，你哦，你的脸上永远挂着，我感觉那不是招牌笑容，就是讲看到你就会对你要爱笑，想讲是什么代志这快乐是不、你的个性是安那，你看你这样随时的脸上都是这样笑嘻嘻的。都干妈公其实应该是讲我个人嘛，较无什么所谓欲望啦，较袂讲啊，我一定爱安怎安怎安怎。你都说你没欲望要种的东西，要做的东西那么多、但是有的就是说你有所以欲望就是说你 会去要求自己收集啊，说啊我定要创什么，因为有什么远大志向没做了，你就心情有很艰苦啊。对啊，我想说反正就是人生就是一天一天过嘛，啊快乐也是一天，艰苦也是一天啊。你想说标准也不要定心，对啊，不要收关，随遇而安啊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不过成家一个家庭连带的背影被要求或自我要求重视真多啊，对啊对啊，囡仔太太啊，太太的家，自己的家，原生家庭家，你的迄个座右铭是啥物？还是你常常来安慰自己的一寡挫折的是啥物？我像一生像阮某嘛，时常甲讲啊，阮即马的生活甲以前上班族拢无共款那些啊，我是我拢会甲伊讲，其实阮即马生活也是讲物质生活无像以前讲啊经济收入较好，但是我会感觉讲，像即种伫这边阮自由。吼、哦、啊！囡仔即卖需要阮陪伴时阵，阮陪伴会着。啊，而且阮即卖用阮家己，阮即卖做的事业嘛，阮的烘，不管是阮的烘焙也好，啊，是阮的生产农作物也好，我讲，我认为阮的方向也是对的，阮会愈行愈好。是。对，啊，我是我会讲啊，即卖虽然阮即卖较艰苦，但是以后阮也是稳定啊。上少阮以后都免烦恼讲，上少阮即卖嘛是讲无钱，上少阮有饭好食嘛，啊，毛饭好食，对嘛是袂枵着啦。唔，那被要到东西，买当够健康，啊，被好人好的物件，对嘛、啊，进入成就感、喔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生活中有自信的时间会真多哦、喔。你阿多，自信快乐的代志。对啊，就是反正就讲，代志拄到哎，要安怎解决，我都是家己去想嘛。系啊，啊，你啊想会通就讲，这件代志我处理掉啊。系啊，啊，这件代志处理掉，我嘛想讲，啊，真正处理袂掉都，该来看对不对啊？我看个坑嘞。我就是去请别人斗，我其实拢有之间，我拢是会互相斗听吧。我拄到这个，这个可能也是我不要处理的，啊，因有经验的，因就讲啊，这边安怎处理较好。所以我就是讲哦，啊，有人帮解决，我家己够欢喜起来，我一代志处理了安尼。所以伫农村过家真重要，对吧？对啊。过家你捌听过无？阮到台中，阮拢讲过家就是那个串门子，去厝边头尾去踅踅去坐。阮爸爸就做搞过家。我就这个，我冇介会晓啦，系啊，是安尼吼，对啊，像我即马我带迄，不是几条巷啊嘛，伊着几条巷的阿姨拢介话熟咧。哦，这真重要，阮母啊吼，太多顶一点钟在滴讲，讲一寡新住民哦，就是新带来这个砖头，啊，哪讲较袂晓拍招呼，对这个原本带伫遮人来讲，咪感觉有距离，伊可能想要跟你拍招呼，不过感觉你真严肃，你都无要拍招呼咧，啊，不过嘛跟你保持距离好啊。哦，所以太太是外交官咯。哎呀，外交，而且像我那家伙，因为我本身我就讲我无咧种菜嘛，对啊，都是有时候就讲，像我那有种金龟较济，我替人想，对，我向我村里会加什么有加补啊啦，啊无一寡什么，最近话有翻倍啦，嘿啊，就还要走来问到我们家口，我就讲，阿你嘛家伙跟我们家伙住来家，对啊，这有真正，哎呀，对，人互相交流啊，甚至点点是不是唔知黑人物件到底想提来？对啊，对啊，啊无毛钱嘛，就有些趣味的，因为我。我到后边唔知道大最高啊，啊，伊对面就是阮是有一个张妈妈种笋仔呀，伊、有时就是画一个啊，就一条一支笋仔就对阿飘过来，啊，有笋仔好食、哦，这是特技表演嘞、好幸福哦，好以后、应该真紧就会当看到阿豪你的这个面包房，是不是有够较有规模呢？对啊，会当食到你种的建造生产出来做的面包，系伫倒位，甲咱讲者。因为我今嘛就伫阮个大湖加东那迄边嘛，因为阮今嘛就。因为之前我是跟人睡处，变讲说我睡处的部分就讲啊，我就这样用一挂器具尔。啊，但是因为我即马就是因为这样有想要直接定居啊嘛，就是讲啊来找一间厝，啊找差嘛找哦半年外，啊有机会伫个家当那，我有找一间厝伫个迄个家当那边一间关帝庙，关帝庙，或者关帝庙一条
面顶。好，啊，我就讲啊，以后整理啊，有一个工作室啊，进前的头前就一个会当展示我们的胖的物件。好，欸，赞啊，买当展示阿豪的对吧？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欢迎来看麦。哦，太感谢阿豪嘞，谢谢。安尼，咱今仔日节目，咱先开讲个只，欢迎大家继续的下礼拜日再去十点收听《秘密之音》。本节目由火金菇、红卡村啊、土人糕啊、白白白啊以及水加零独家赞助，感谢收听。下礼拜再会，《秘密之音》节目感谢萤火虫、白富羊鸡、彩玉、花嘴鸭以及红冠水鸡独家赞助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礼拜再见喽！阿豪再见，好，谢谢，你妈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Bye.